说上礼拜我们有谈到那个所谓的痛苦烦恼的问题，对不对？那其实你们自己可以透过那个经文、佛陀的教导里头去反省，佛陀他怎么样教呢？苦不是说由过去的业，然后就完全决定啊、哦，然后好像都不可更改啊、哦，不是像原本传统的那些。 那些外道苦行哦的那种错误的观念，因为其实那种观念本身经不起哦理性上面的这种探问。那你自己可以去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去自己去探问，就像佛陀讲的这个样子，对不对？痛苦，它有的是来自于自然环境的影响。 有时候是来自于别人暴力的伤害，有时候是自来自于自己的伤害，哎，才会有这些所谓的苦恼产生。而这些呢，都是在当前的状态底下真实的在发生着的，对，因为它是真实的在发生，而且你会看到它怎么样，所以它不是说有一个苦不会自己产生，也不是说有一个另外其他的那种呃。 主宰性的力量在制造加到你身上来，而、啊、也不是没有原因，有没有？也不是说它自体可以产生，或者说由纯粹的外力两相合合而产生。从我们的生命经验上面，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光生命经验本身，它就是怎么样？它就是原生的。哎，这件事情要看清楚。 其实，在佛法里头，没有那么没有那么难解。那么难解的原因，我们觉得佛法难学习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在思想观念上面，用思想观念在过人生，而不是直接从生命的实相在看待生命，所以会觉得佛法不容易理解。 那你如果直接从生命经验下手，你就会看到说，生命经验它就是在各种因缘的条件底下不断的影响，不断的呈现，然后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变化，有没有？这个就是佛法里头的怎么样原生的现象。所以它是不断在各种因缘条件的交错的影响底下，在原生的这些生命经验。 啊、所以它不是，它不是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主宰性的力量在那边控制，也不是说原生起来的现象呢，它是自体永恒不变的，哎，也不是没有原因，哎，它就是在因缘的条件底下不断的在变化，而且交错影响的这样的现象。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就是这种经验，不是这样吗？哎，啊，所以佛陀在进一步讲了，所以。 因为它是原生的，所以如果说对于当下的境界你不如实知，对不对？陷入那种我们说产生痛苦烦恼的原因的那种取巧，这叫什么？这叫做五盖嘛：贪心、嗔心，对，不对？掉毁，然后昏沉、怀疑。所以在六根促进的当下里头，心灵上面没有依据生命的实相，什么样的实相呢？ 原生，所以它是无常、无我、不可把捉、不可主宰的这样的实相来对待境界，对这个时候就怎么样？就陷入五盖里面呢、啊？啊，所以你就会有那内在里头就会有那种强烈的那种贪爱、执取，然后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感在那边面对境界，有没有？所以你看痛苦、烦恼就会因缘于五盖而升起，所以叫做有因有缘。 苦恼升起，哎，那所以同样的呢，你如果如实之见的了,了知生命的这种原生的现象，所以自觉性的在回应自己的生命经验的时候，以这种缘起的正见啊来回应当下，所以怎么样呢？见贪嗔痴，离贪嗔痴啊啊，见五盖，离五盖呀啊,啊，然后呢，你看。 当下升起的这些忧悲脑苦呢，它当下就熄灭了，有没有。所以佛陀说，极深观察，源自觉知，宪法通达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以随时自知作证的，因为你是你的生命的经验，无得其他的所在，在确定这件事情，对。 你看，你痛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你心一定在圆一个你不可以的那个境界，不断的在触那个不可以的境界。那你要触那个不可以的境界呢，紧抓不舍，有没有？所以当下当下的经验它就是苦。那你当下的经验是，如果说你的心在触一个可以的境界，你会发现它就会是乐的、快乐的、合意的。所以呢，事实上。 你所经验到的生命，就是你的经验，而你的经验一定是怎么样呢？在当下六根处的这种境界，所以你做到的状态，如果怎么样，在无名跟欲爱当中，就所谓的五盖当中呢，你就会发现一定升起心法的忧苦，它是当下的忧苦，啊，所以解脱也一定是在当下。 是我们的经验吗？不是吗？刚特别强调这个，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苦在当下，当下是苦，它就是苦；当下解脱，它就是解脱。就是、说没有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有没有？这叫极深观察，源自觉知。那在这样的经验当中，一般人跟我们在修学佛法，它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我们会去探索当下的缘起。 那一般人呢？他随着境界在转，这么去探索当下这，这哎苦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乐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有没有这个急，所以就会看到佛陀他继续讲说：所以如果说你的心呢，能够安住在这种缘起的正见，有没有一八正道，就能够展开这种少苦离苦，甚至怎么样就近苦灭的道路？这篇经文对。 这是师婆问的，上礼拜这篇经，文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你看，所以他等于说什么叫正见呢？透过你自己的身心经验，去如实之见生命的实相。那这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经验，有没有？他就是在菩提树下。 透过他自己当下的六根的经验，去探索六根的经验，他的原生、他的缘起，跟他怎么样、他的变化的历程。所以，他自知作证，看到一个现象：你整个就是他整个经验到的生命，都是怎么样？都是一种原生的，随着缘起的条件而不断原生变化的生命经验。 这叫正见缘起，有没有？所以他就了悟了，所以他所经验到的这些生命，他本身怎么样？他是无常的，他是不断在自我破坏的，他是无我的，所以他就了知了，任何的生命经验一定是随着缘起法而原生的无常、苦、无我的。因此，他就觉悟了，有没有？这个就叫做觉悟了。如果 了知的这样的生命实相叫做断无明，哎，所以在六根促进的当下，就是面对生命经验呢，随时自觉性的，我们说见贪嗔离贪嗔啊，就所谓的离贪断爱、断爱离慢的这样的历程，他就一定能够通达少苦离苦，到最后呢，就近苦灭的道路，对吧？所以佛陀他在缘起经里头讲啊，你看他先正见了缘起。 就像我们讲过的《虚生经》那一篇一样，为什么他那样教虚生？那是他的经验，有没有？所以他告诉虚生说：“你看呢、啊，对不是不是因缘与无名，就会有形。」哎，有形呢，就会有事的攀援有事的攀援就会有名色的聚集；有名色的聚集呢，就会原生六路处；有六路处呢，就会有处的现象；有处呢，在无名处当中呢，升起受想思，就又会原生。” 谈爱有没有？我执所以就会形成有序的这种身心的结使，所以一定会怎么样？会有再生的现象产生。那、啊、所以就会有不断接踵而来的有没有生死轮回跟又被恼苦，对，这叫缘起嘛？哎，这叫先知法住。哎，怎样公开生命的原生的背后的这个理则？哎，缘起法所原生出来的这些现象跟现象里面的这个内涵，它的特性。 那所以对菩提树下的佛陀，那时候是悉达多，他就很清楚了。所以如果如实了知这种无常啊、呃、原生无常、苦无我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实相，因此呢，自觉性的把这个无名，有没有断掉、贪爱、我慢断尽了，生死轮回一定会熄灭，苦一定会就近熄灭，对。 所以就变成这样了，无明灭的行就灭，有没有？行灭的就不会有那种攀援四住的现象，没有攀援四住的现象，就不会原生所谓的有生，就是不会再去原生这种身心现象、名色的现象，不会再去原生名色的现象，就不会有六根的爆生升起，不会有这种六根的爆生升起，就不会有触，有没有？不会有触，所以就不会有受想思，不会有受想思，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有爱取有。 就不会有未来的五音的再生，啊，所以这样就变成怎么样？就就近苦灭了、啊，没有？所以这叫做先知法助后知涅盘、哎。所以所谓的知涅盘，不是当下它就熄灭了，对不对？是透过缘起正见的领悟，知道怎么样呢？只要把这样的一个造成这个原生的现象的原因停掉了，熄灭了。 这个原生的锁链就会彻底瓦解，啊，啊，所以这就是佛陀的觉悟吗？啊，这就是叫觉悟。那觉悟了之后，就叫做再进一步，他就叫修道有有，所以佛陀说：“我得古仙人道基，然后我现在要随着古佛的道路而走去，就走八正道嘛。”啊，啊，所以这个对于。 元气法的了知，然后证见这种原生无常、苦、无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实相，这个叫做觉悟。对，如此之苦，这叫做如此之苦，如此之苦集。那所以呢，如果把这个苦集灭了，苦就能够灭。所以如此之苦、如此之苦集、如此之苦、如此之苦集的集灭之道啊，这个就叫做觉悟。那觉悟了之后呢，怎么样展开？ 离苦的道路，那离苦的道路叫什么呢？离贪断爱，因为无名已经破了啊，所以就变成自觉性的在生活上面随时见贪嗔离贪嗔。所以佛陀会跟师婆讲说，走在八正道上面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八正道的正见，其实正见的建立就来自于怎么样建立了正确的。 对于生死流转的缘起的了知，跟对于生死流转的奇灭的洞见，这叫做正见。哎，那因为有这样的正见了，所以他心里头就很清楚了。如果不活在这个缘起的实相里面，然后不不自觉的在六根促进的过程当中，不去自觉的离贪断爱。 就一定会有苦，自苦苦他，就一定会有接踵而续的、接踵而来的这种生死流转的这种这种辛苦跟苦恼，对不对？对于一个觉悟的人来讲，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是清清楚楚的，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政治的产生，就这种正确的生命的导向，随时在自己的生命的经验当中正知正念，有没有？随时去转向。 随时去超越，所以叫做政治正思维。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样才能够把自己跟我们直直接这样讲，就等于说，只有活在这样的一个觉悟的这样的一个境界里面，才有可能自觉性的导向于自己跟别人的痛苦烦恼的减少啊，甚至怎么样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自觉性的去扩大自己生命的影响力。 啊，三相正相的影响力，然后直到就近解脱啊，所以这叫正确的生命的导向。哎，这样清楚吗？所以因缘于如实正见生命的流转之道跟生命的极灭之道，这样一件事情叫做真正建立正见。如实正见其实就叫做觉悟，有这样的觉悟，所以展开啊，离苦。 让苦彻底熄灭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道路，就是走在八正道上面。因此，根源与政见跟这种正确的生命导向展开的生活，就是正与正业正命。这样说话，这样行动，有没有？然后生活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氛围跟方向，依正见政治，在导向自己的生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随时。 断除不必要的那种粘着，有没有那些贪嗔痴的那种习性，这个就叫做是正断了。那不断的在这里有精进啊、呃，提升修炼。那因此呢，随时在六根促进的当下，正知正念有、呃、当下的这种集跟灭啊，就是四念处呢，就是正念呐、啊。也就等于随时在六处入住的当下，正知。 正念正见苦的原生跟苦的其昧？所以，我们直接讲就是说，直接在六处入住的当下，现观苦集，现观苦灭啊。那所以你当然就会自觉性的导向一条痛苦烦恼的减少甚至永断的这样的道路。所以有正念，然后呢懂得折法，然后精进去离苦，对，所以身心会产生这种喜悦跟清安。 然后透过这个离苦断贪的这个过程，心灵越来越稳定，正知正念的力道越来越强，最后达到怎么样呢？贪爱灭尽，达到市场的那个正定啊，八正道的那个正定，其实就是七觉制的正定啊。然后呢，你看心就完全舍断这些世间的这种贪婪了，有没有？所以它就会正得所谓的我生已尽，知道说怎么样？ 此生，此生呢，变成最后一生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凡情已立，因为在六住入住的当下呢，都不再有贪欲升起的凡情已立。所作已作，该知道的法都知道了，对该断的苦都断了，该断的欲贪都断了，该体证的这种极灭都体证了，该修的道都修了，这個、叫做所作已作，有没有？所以他怎么样，自知不受后有。他在活着的时候，就会知道怎么样，不会再有。 去怎么样？去投射那种说的有五音的结，有序就断了，所以它叫做自知不受后有，啊，所以就完成八正道的这种满足，七觉之的满足啊，这就是佛陀的觉悟之道，也是佛陀的修行之道啊。所以在这个四圣地里面，你看这个叫做出转，觉悟叫出转。 开始修道到,到二教二转，然后就近解脱就叫三转嘛，啊、哦，所以这叫做三转十二行的师生弟的这个法轮，好，那所以呢，这就是悉达多的觉悟的心路历程啊。那所以人家如果问他法，他就是讲这些而已。人家慢慢了解这个意思吗？佛法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多东西。 所以有一回，那个佛陀跟阿难，那个他们在就是在那个油画嘛。那有一回，在一个森林里面啊，到到走到一个森林附近呢、啊，然后佛陀就跟那些弟子讲，他说：“啊，比丘、啊，你们认为怎么样？那个我手上的树叶比较多，哦、他就从那个那个树下拿起些树叶，树这个手上的树叶比较多呢，还是整个森林里面的树叶比较多？” 那比丘当然说，森林里面的树叶比佛陀手上的树叶多得多，哎，然后佛陀就跟他讲啊，我手上的这一把树叶会怎么样呢？增加反省饶益，通达究竟解脱就够了。他教的就是这些而已。 那你如果要再讲其他有没有整个森林森林的，比如你说啊，讲佛陀的啦，讲外道的啦，讲哲学的啦，讲宗教，他当然也知道啊，但那怎么样？那不会增上离苦之道，不会增加烦、省，劳、意，不会导向初中后善，就近苦昧。所以等于是说，佛陀在讲的法，就是他在菩提树下觉悟的法。 这样你们看得出来了，因为我们讲了好几篇，有没有？佛陀在讲，哎，怎么样通达觉悟，都在讲同样的事情，啊，那另外一个是阿兹罗加舍，有没有？你看，所以他也他在问这个问题啊，哎，有苦啊，苦是自生、他生，还是那个自他生，还是无因生？有没有？你看佛陀直接跟他讲什么？因缘生，那因缘就什么样的因缘就是。 佛陀在菩提树下所了知的生命实相的这种缘起的这样的一个法则，那在这种缘起的法则当中呢，我们的生命呢就随着这个缘起的律动而在怎么样，在原生，啊，所以呢，一切都怎么样呢？随着缘起的律则而原生的这种无常生灭的现象，啊啊，所以呢，苦有苦的原因，对，那你把苦的原因断了，苦就。 灭的有没有？所以他才会跟阿支罗加奢这样讲啊？缘无名有形缘形有识，缘识有名色，有没有？然后缘名色就有六入处，有六入处就有处有处就有受爱，爱取有生老病死，有没有？那所以如果无名灭的行就灭；行灭的识就灭；识灭的名色灭；名色灭的六入处灭；六入处灭，触就灭。 触灭了，受想思就灭；受想思灭，爱就灭；爱灭，取灭；取灭，有就灭；有灭，生就灭；生灭，老病死、忧悲恼骨就整个熄灭了。有没有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当他在当佛陀在对阿支罗迦舍陈述这个十二原支的时候，阿支罗迦舍他一定怎么样呢？他一定进入。 很深的那种思考跟内观的经验里面，现在我们大家已经可以比较清楚了，内观也不是很神秘的，哎，其实就是直直接知道你当下的身心经验的状态，就叫做内观。只是它是有程度的，你要知道它这样，它发生了，只是知道，哎呀，这也是一个层面，所以叫如实知它这样。 如此之苦，一重，那你再进一步看到，哎，这个苦怎么样发生？苦集的原因，这叫集灭，第二重，对，那所以你就会领悟到，说你直接如果把这个原因断了啊，苦就可以灭。第四、第三重，所以自觉性的走上，你的心里头产生这种修道的智慧，第四重，就从四圣地来看，这也叫内观。这样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它是一层一层、层层转进、层层转身的。 所以当下阿兹罗加师他怎么样呢？他原本疑惑，他原本的疑惑是苦的问题。那他确认了怎么样？苦是因缘生，所以呢，我只要把这个造成苦升起的因缘熄灭的苦就彻底熄灭。哎，所以阿兹罗加师他怎么样？他先觉悟，觉悟之后他怎么？样？他心就转向了，所以他他就学习在。 当下佛陀离开之后他就怎么样呢？他在他的整个生命经验的的那个开始，就是从那以后呢，他怎么样？他就很强烈的对于自己的六住入住的当下，采取正念，哎，离贪断爱，对，所以才有可能。他当他被那个母牛猝死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的心呢，一点点都没有恐惧。 一点点都没有痛苦，因为什么？因为他一点点都没有抓取啊！为什么他一点点都没有抓取？不只是他觉悟，觉悟了之后，而且他怎么样呢？对于所谓这个原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实相，怎么样？完全不再有任何一丁点的贪爱留下来，有有所以他临终的时候呢？你看，他很快问佛陀法之后觉悟，觉悟之后当下转向觉悟，你看，然后正出果。 然后向二果正正二果向三果，然后正三果，然后向四果正四果，当下就近解脱。这就是我们上礼拜谈的有没有？阿支罗阿支罗迦舍为什么说他闻法之后他会当牛处撞死他的时候他会正阿罗汉？内在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像清楚这个意思吗？ 好，那所以看这些东西，呃，只有在文字上面，不会对我们的生命产生太大的那种效果哦。所以，比如说，像我们很多法友都会在人间里头经验到的，不管是来自于呃物质上面的，或者说人际关系上面的这些痛苦，这些苦恼。 其实，你如果懂得四圣地的思维的时候，你如果懂得四圣地的思维的时候，你就能够在你的人生的历练当中产生一把自觉性的见苦断苦、超越生命之苦的这样的一种智慧的钥匙。这什么意思呢？比如说。 你发现，哎，我跟先生，我看到先生，我就很痛苦。那你这个时候，你现在这是一场，你如此知道触到他的时候如此之苦，你这一场你觉知到了，我们不能说没有正念，有没有？有。那你要在这个时候，你要再看第二层，为什么？为什么我触到他就产生苦？第二层一定会有理由，然后你那个理由一定不够充分，一定还会有在第三层。 你再看因缘与什么，所以产生是第二层的苦，第三层的原因就是第二层的苦，然后这个第三层，这个第三重呢，它一定背后还有原因，一定背后还有原因。我这样讲你们听不太清楚啊，比如说，我们举着举个例子讲了啊，比如说，哎，你看到你先生为什么就会生气？因为你觉得他什么事情不好嘛。 然后已经发生过的那件事情呢，对你来讲，你看你没有忘记，哎，然后所以呢，你看到他呢，你的恨意就升起，哎，这是第一重，哎，所以呢，因为你对于过去的某些事情的没有办法释怀，所以怎么样产生啊，出到这个境界呢，那个苦升起，然后再来，为什么你对于过去的经验啊、哎，已经发生的事情，你没有办法释怀呢？ 你看，这要出问题了有没有？然后，所以你就看到说，哎，之所以会那个样子，是因为你执取的某些观念，认为他做的事情呢，就是不应该，所以你没有办法释怀，你也不愿意释怀，有没有？第二重思想观念的问题了，有没有？那再来，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观念呢？你看到打开中安呢，社会上面求同，这社会的共识，那他不这个样，所以他活该，应该让我恨。 有没有让我恨他？我恨他是理所当然的呀。所以你看，你这是进入一个社会求同的一个心理机制上面啊。那你再看，为什么进入这个社会求同的心理机制上面呢？你看，你自己依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群体感里面，有没有找你自己的情绪跟习性的基础？你看你的自我感在这里头得到安慰啊。好，那你再看，哎，我为什么需要我的自我感得到安慰呢？你发现？ 你看，你就是没有，没有真正看到生命的实相，怎么样？就出来了。我这是举例子。每个人面对自己生命里头的苦，他的机制，他一层一层，要自己去解开。那这个解开的正思维的方法，其实就是四圣地的正思维。透过四圣地的正思维，你看到。 所以一直转进去，一直转身，你就会看到到最后就是会去面对佛陀，该佛陀在菩提树下面对的那个问题。你如果活在假象里面，活在自以为是的假象里面，那就怎么样呢？受苦。我们在那边，我只在那边，所以贪爱包裹着这个我执，那在这个我执当中不断的原生那个贪爱，然后来巩固你这个自我感。你会看到这件事情，那其实是这样了。 没有看到这件事情，就很难觉悟，很难从自己的痛苦烦恼当中处理，因为你会觉得你的痛苦烦恼是怎么样呢？是只要外面的环境改变了，外面的人事改变了，外面的人配合你的想要了，你的苦就会不见。但是我跟你讲，这是不可能的，不然的话就不会有悉达多的觉悟了。哎，给这些安慰了。啊，所以到最后你就发现说，说你所有的苦的来源就是佛陀讲的。 无名无名的意思就叫做没有觉悟，没有觉悟的意思就叫做没有正知正见生命的实相，没有正知正见生命的实相叫做没有正见缘起，没有正见缘起，你就没有办法正见这种原生的这种生命经验，所以你就没有办法产生。 这种无常，因为原生，所以无常苦无我的这种智慧，所以就会活在无名里面，就活在无名里面，所以就活在贪爱里面，活在贪愛,爱里面，就会活在强烈的我执里面。所以呢，不管你怎么抓，怎么去巩固，呃，你的那个恐惧或者贪爱，其实你的心都很清楚，那都不是真正的出路，有没有？那都不会是真正的出路啊。 他是这个样子啊，顶多怎么样啊？今天好过一点，有没有？这个礼拜好像不错，有没有？然后第八天呢，可能就又啊、呃，又问题又来了啊。然后做到事情呢，哇，那个过去的什么样的事情，又一股脑又全部又都流出来了，有漏流出啊。啊，所以呢，为什么说哦，我们一般在不管说在世间人或者学法的人，都在追求怎么样？追求觉悟。 这个觉悟呢？因为我们会认为说，好像透过觉悟之后呢，我们的痛苦烦恼就会少一点，有有那所以有的人想要透过禅修直接体验到什么样的境界？他好像就是可以痛苦烦恼就会断掉啦，或者就没有了，有没有？但是我们透过原始佛法的这些历程，包括悉达多自己的觉悟的经验，跟他修道的经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觉悟是一件事情。 啊，觉悟是一件事情，透过觉悟而来离贪断爱又是一件事情，这个叫修道，有没有？是两件事情，必须能行待一起。啊，所以那没有觉悟的，我们说抗透抗明，活在那种五盖的那种贪嗔痴的习性里面，然后想要在人间世里头找寻一份永恒的安宁、快乐跟平安，我们知道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哎、呃，这会。 这真的就是不可能，因为他眼睛是瞎的，哎，这绝对不可能啊！所以他会一直会在怎么样呢？在自苦苦他的这样的一个轮回里面，浮浮沉沉。哎，那另外一个怎么样呢？因为你如果没有开法眼的时候，没有办法处理世间的苦，所以大家在追寻觉悟或者所谓的开悟，哎，但是我们从自己的人生经验或者修学的历程当中，可以看出这么一件事情：觉悟。 或者开悟，他是可以的，哎，就像悉达多一样，哎，但是呢，要让苦灭，你就必须要怎么样呢？修道。所以佛陀在在那个缘起经里头有没有？他觉悟了讲，讲跟跟那些比丘讲说，他顺利观察十二缘之了，哎，所以正见生死流转之因也，正见生死流转其灭之道啦，所以他得了正觉，得了正觉之后，他马上说怎么样？所以我了知古仙人道基所以他就知道要修道。 所以他因为他觉悟之后走向修道，所以他怎么样呢？他他才能够转起四圣地的这个三转十二行的这个法轮。缘起经里头就是在讲这三件事情啊。所以以前我在说法的时候，我都会常常这样讲：你如果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不太确定，有任何怀疑有没有？你就回到菩提树下，回到悉达多觉悟的菩提树下。 去那边，去那边追索什么是佛法，什么是觉悟，什么是佛陀讲的法，这个很重要。这是我修学的十几年之后的那个经验。因为我们一般会都等于说，会变成想要找佛法，但是其实变成不是在找佛陀怎么样觉悟的方法，跟觉悟之后佛陀的说法，而是怎么样呢？找佛教里面的佛法。 所以就会去去找说啊，那个观世音菩萨怎么说？有没有？然后《妙法莲华经》怎么说？然后《华严经》怎么说？对，然后哪个祖师大德怎么说？不，啊，弥陀经典解当中来讲啊，在大圣的所谓的晚期的这些大圣经典，每一部经的修行方法、哎、呀，然后他所提整出来的那个境界几乎都不一样。 那再加上你，如果就在传统的这些，不管是南传佛教的这些祖师大德，或者中国的这些禅宗，或者中国的这些八宗，有没有？你发现一件事情呢、啊？除了原本的所谓的四部阿含啊，或者说在相应部里头这个相应阿含之外呢，你发现哇，怎么怎么讲讲佛陀觉悟的，讲佛法的，会什么，哦，那会叫人眼花缭乱，好不好？这一点嘛，就点，就这一点。 啊，所以你会很可怜呐、啊。我们以前都是这样过来的，有没有？啊，所以你读了《妙法莲华经》之后，就还是觉得怪怪的。你要读《华严经》，读了《华严经》之后，人家还这样还不对，你还要读《成佛之经》，有没有？啊，你要读《首楞严经》，《首楞经》读一读，你还觉得不太对，你要读什么《金刚经》？《金刚经》、《圆觉经》，你看你，你会很辛苦，知道这个意思吗？ 然后你读了那么多经之后，你估计他跟不啥？因为每一个经的细弱跟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认知的那个境界都不同。然后那你就再去读论，呀，然后每个祖师讲的又不一样，每个大德讲的又都不一样。你看你到底要听谁？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你那个都可以参考，也可以不参考，没有你就直接。如果你要找的是佛法。 找的是觉悟之道，找的是灭苦之道。对这件事情，你如果清楚的话，你就怎么样呢？那些东西可以先放下来，就直接回到菩提树下，看看悉达多怎么觉悟。因为悉达多讲他的觉悟的心路历程，很清楚的记载在《阿含经》里面。啊啊，所以你就会透过这样的一个呃，等于说直接在这个。 阿含尖叫啊，所留下来的这些、这些教啊，这些那个佛陀觉悟的记录上面呢，去直接面对，去直接面对悉达多怎么样觉悟，去直接看自己在面对这场人间世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呢，自己的起心动念，自己的取巧，你就在那里都会看得很清楚，哦，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 原本悉达多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了悟了缘起的正见，对，所以他正见原生的这些现象，所以他了悟凡原生必怎么样无常苦无我这样的实相，所以呢，自觉性的离贪断爱，这就是佛法。所以，如果任何的修行方法跟观念违背了。 违背了这个缘起的正见，那其实就已经可以确定，它就不是原始佛法了，就是不是西不是两千五百年前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了。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两千五百年前的释迦牟尼佛，他是透过正见、缘起、正见、缘生这样而觉悟的，所以不可能大公这款以杠为方法以外的方法。 不可能，不可能这个样子啊！所以那都变成怎么样？其他就是哎，其他的宗教的啦，或者其他的教派的啦，或者后来的人的那种种解释啊、哦，那其实都不一定跟啊两千五百年前释迦牟尼佛的真正的心路历程是相应的。能了解吗？哦，是这样。所以再强调一遍，你看我们讲到这边，你都会看到一件事情。 凡觉悟者，他都是怎么样呢？透过缘起的思维，内证缘起无声原生、缘生无常、苦无我，这样的心路过程，有没有看到？啊，哦，他是这样子。好，那我们那个再看另外一篇啊，三百一十二。 这篇是蛮有趣的啦，啊、哦，本来是想说啊、呃，那个俗味师姐会比较需要这种经文，看哈、哦，这故事蛮好玩的啊、哦。我这样听闻三百一十二页，有一个时候呢，佛陀在摩揭帝国的人间游行啊。哦 跟那个大众，到一个所谓的有一个摩尼遮罗鬼住处那个地方，哦，夜宿。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鬼鬼跟其他的鬼神在一起了，没有在这里。然后有一个女人，哦，她就拿着花啦、饮食，在这个到这个鬼的这个地方来供养，这样。 结果呢，他看到释迦牟尼佛，我静静的坐在那个地方，以为释迦牟尼佛是鬼啊有有，所以看到以后就这样想哦，我现在看到这个摩尼哲罗这个鬼神呐、啊，他就这样问那个纪言呐、啊哦，他就称赞他啦，好、哦，然后说，哎，我都能够在这个在这个国度里面呐、啊，哦，人家都说求你这个摩尼哲啊、哦，都能够所求如愿呐、啊，那怎么办呢？哦。 我现在云何于此世常得安乐，复于后世云何而得升天之乐啊？所以这个女人呢，来求这个鬼神，就是希望能得能得到此世的安乐，跟后世升天啊。那你看呢？其实这个，这不是我们在这个世间里头的这些宗教信仰就是这样吗？有没有？所以为什么用这篇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有 我们都好像是要去祈求鬼神，或者说另外异于自己生命之外的那个境界，对他的忽悠、他的加持，或者他帮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有没有可以让我们此世安乐、后世升天啊？那你看佛陀怎么样回答他啦？佛陀说：“你不用放意呀、啊，啊，然后你怎么有什么找这个魔女鬼有什么用呢？你应该怎么样？若自修所作啊，就能够得升天之乐，就是。” 修学修持自己的做就是身口意行嘛，哎，然后你就自然能够升天啦、啊。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就醒过来了，哎，那这不是那个摩尼遮罗鬼了，而是沙门瞿昙。然后呢，所以他就用那些原本带来的这些香花就供养佛陀了。那他就直接问了，那我怎么样能够达到安乐？我该怎么样修行能够此世安稳后世升天呢？啊，那佛陀就跟他讲。 乐于帮助别人啊，用布施有没有,有,没有来调伏自己的肩贪或者那个嗔心？布施三调心有没有？然后常常呢，喜欢呢守护自己的六根，就是我们说守护六根，乐子护诸根、哎，增长自己跟别人的那种贪嗔痴的境界，我们就不要去看，不要去触，不要去听，不要去闻，啊，不要去做，就是守护诸根呐、啊。 正见休闲型啊，有这种正见，然后修导向这种呃贤圣的这样的一种牲口一行亲近沙门啊，正命而活，自然怎么样呢？他是生天的，所以叫这些功效呢。你有那种乐于帮助，用那种乐于帮助别人的心来调伏自己的这种执心，然后进一步呢，在自己的牲口一行上面呢，懂得去守护，哎。 然后离这种只取、离贪嗔痴，随时怎么样，让自己的生命呢越来越亲近亲近沙门然后端正活命，自然怎么样，他是就会能升天呢、啊？何必需要哦？何必需要说哎，三十三天的这些天神来保佑呢？啊、哦！而且释上在进一步讲什么呢？三十三何用三十三天吃天诸天之苦往，等于说你说那天人，他们自己在那种欲乐当中，常常怎么样？ 还是在受苦的哦。欲界的天人，他们有欲贪，不得满足，随着欲贪在焦灼，还是很辛苦的啊、哦。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不是说哦，欲界天人就能够能够怎么个样子啊、哦？他说怎么样呢？但当一其心，断除于爱欲啊、哦。我当说离垢，甘露法散丁。所以他等于是说，哎，你呢要进一步，我、哦、要专心啊、哦，一起心心神要统一呢。 断除于那种不恰当的爱欲，就是一种在佛法里头叫做痴求欲嘛啊，不恰当的欲求所形成的那种爱，痴求为欲，不恰当的欲求所形成的爱，这样啊。那所以他说呢，我要我要为你说这种离垢之法了啊，这就是佛陀教法的方式。所以那个那个女人啊，佛陀就。 那个女人就听世尊说法，是叫造起，如佛常法，这什么意思？这在《阿含经》里头都常常看到，佛陀教法就这样啊、哦。所以他怎么样？你看他第一个是教导世间人，有没有扩充自己的心量？布施，其实布施呢，就是在四摄法里头的一个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很重要嘛，有没有？可以透过。 自己的这样的布施的行为来调伏自己的那种艰难的心，包括调伏嗔心，然后呢，透过布施的行为呢，去增长跟扩大自己的心量，这在累积自己的福报、善业、福德的这样的一种因缘。那要进一步怎么样呢？再加上要持戒。你如果不持戒的时候呢有有，你的那些布施的功德呢，不一定不一定能够啊。呃 比如说，呃，我们在这个、这是宗教界里头很很特别的这种问题啦，啊，像很多台湾的宗教界很兴盛嘛，哈，特别在佛教界里头，那很多人虽然他是以不当的手段，然后获得那个财货，然后呢他会怎么样呢？那他会想要捐一点钱，有没有？然后透过宗教的这样的一种安慰，好像可以得到某种庇佑。 其实我们台湾佛教界有很多的供养是这这种钱，然后呢，那些宗教师呢也乐得这个样子。他没有跟他讲后面这件事情，持戒。你如果布施，只有布施而没有持戒，你的布施的功德虽然有他的功德，但是没有办法就能够保证你转身散去哦。你。 你有布施的功德，但是你没有持戒，你都会怎么样？你堕入恶道。那堕入恶道，你可能比如说，哎，你比如说一样堕入出生道的时候，你当小狗对不对？那你当小狗，你因为你有布施的这样的这种因缘啊，它比较有几率让你虽然转世成一只，等于说虽然原生成一只小狗对，但是比较不会接近，比较不会是流浪狗，可能是拉布拉多犬啊。那你可能那个主人也很爱你，有有那你可能那个生活的不错，就这样。 你如果没有持戒，没有持戒的话，布施的功德并不保证你一定会转世三去啊。那你看哦，如果我们的那些大庙有没有那些师傅真的跟那些施主有没有这样讲，就大概供养就会出问题了，知道这个意思嘛。有一个法师他就讲这样，他具体的经验呢，有一个人啊。 他是属，于，就是非法获得很多财物。他台北，然后他带着很多钱，很多钱到南部的一间寺庙要供养那个师傅，要给那个师傅。然后跟那个师傅，就跟那个师傅讲说，那个希望他那个能够保佑他这个样子，帮他做做，等于说尝尝那个那什么类似做做法会这样的哈。然后那个师傅惊掉的，讲这两行大事呀、啊，你那是家的不气概。 我看那他们下给你点嘛，不好啊！你总是讲给我你点钱，你做供养庙这么多钱，对你不一定有帮助。他直接跟他这样讲，那个人也很直，就下来，他钱拿着就走了，听到吗？他钱很多钱，他钱拿着就走了。啊，那我们一般的一般的庙的这些常住人，他不可能像这个法师这么老实。你前来好啊，我给你，我让锵锵锵锵啊，点光明灯啊，做什么做什么，有没有？ 那反正你供养嘛，啊，但那个那个法师就是就是这么持，他说你要持戒，但这种钱不好。他这是很慈悲的，你如果不改变你的生活类行，有没有做这些啊？携、哦、活命而来的这些财货，哎，其实对你的生命是一种很大的损害，知道这个意思吗？啊、哦，所以呢，佛陀都跟人家这样建议。你看他布施啊、哦，累积这种福德，那进一步怎么样呢？要持守。 戒律就是持戒的意思，就是让自己的生活一情有没有比较符合善界的这种品质。比如公，其实这独立就看单的了。你如果想要转世成为天界的众生，你看那就量要大啊。但是天界的众生不止量要大，他在人界的基础上面，更大的心量的。 啊，所以呢，你要基础的条件是什么？你要像人的样子。啊，所以你就要持守怎么样？持守人间里头的这种伦理，戒与戒相应，性命更改。它其实我们现在慢慢知道，它就是一种呃频率、磁场的一种交引，所以叫做以法引法，有没有？那所以你的生命的品质是跟什么样的境界相应？ 那你此时就容易怎么样？你此时的身口意行与与那个境界相应。那你临终转世的时候呢？你那个业行，你那个境界如果没有被改，业行没有被改变，境界的那个因缘早就在现在就已经在原生了吗？知道这个意思吗？啊，所以呢，你就容易转，就等于说就容易转生原生那些原本的业行所招感而来的那个界面。啊，所以你如果要。 当人，你看，你要活得像人，要让人界的人有有人界的这种众生呢，不会讨厌你，然后喜欢你有没有？然后就是活得我们说爱情郎这样的意思，所以这叫持戒啊。那这样再加上你的布施的功德，所以有升天之福。不管说你纵使转转转去到人界的，也容易怎么样，比较有福报的意思啦。好、啊，是这样，所以这很清楚哦。 这是佛陀的说法的这样的一种次序啊，布施的功德，再加上持戒，那、啊、就有这种转世人天的这样的一种呃福德啊，累积这样的一种福德。但是呢，他会进一步再讲，纵使你有那么大的那种福报，可以享受五欲之乐啦，那他看，但是呢。 欲望所产生的染着，欲望所带来的苦恼，啊，他就会再进一步说明清楚。你看，你的乐，你的染着，它会造成你怎么样？你的苦迫，而你原本所执取的那种乐，它怎么样？原生无常的。但是你在那个当下，啊，因为你没有这种正知见，所以执取在那个乐受上面，会带来怎么样苦恼？啊，所以呢，如果没有智慧， 不如使正见这个原生无常、苦、无我的实相，一味的去追求这种欲望的满足啊，五欲的这种快感，它还是会带来啊，你没有办法消融的那种种的苦难。好、哦，所以佛陀他就会在进一步讲，所以要看清楚，那样还是烦恼。有有那你要能够去处理这种欲贪，才能够导向真正生命的清净啊。这些那个。 功德福利啊，等于说这些作用啊，然后这种生命的从累积功德，净化自己的身口意行，到怎么样进一步看到自己的身口意行里头的未患离啊，然后产生智慧，这叫次第说亲亲近的佛法啊。然后后面这篇经文就讲了，这个这个女人呢，就像那个亲近的白布一样啦，她就结果呢，她就在。 听佛法，佛陀说法的时候，于是圣地得平等观，现观苦集灭道。啊，你看，等于是说，他原本他是想要现世安乐或者后世升天，是吧？那他佛陀就跟他讲，可以呀、啊，你可以布施持戒，实你就有这种升天的这样的一个因缘。但是你看清楚啊，你纵使有很多钱，你纵使很漂亮、很健康，有没有？但是这些都是摧毁败坏之法。 他随时都在破坏当中，啊随时都在败坏当中。那你如果不如此之间这件事情，你看你就会在那个过程当中升起强烈的贪婪升起强烈的执着，然后在这里头又在受苦，啊！看到苦，看到一样苦的聚集，有没有？所以呢，我等于说，他看到这个苦，不管你是在人界或者在天界，啊。 比较有福报的，或者比较没有福报的，只要你有欲贪在，不如实之间这种生命的无常、原生的这个实相、原生无常的实相，在境界当中产生爱欲跟贪婪，都一定会受苦。啊啊，所以呢，这个这个女人她如实之见苦跟造成这个苦的这个原因，与她的心无惑。啊，所以呢，她很清楚了。那我如果啊。 不想要在这种无常生灭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人间世啊，这种五阴身当中去受苦，就要自觉性的哎断除这种无名跟欲贪，然后展开哎比较自觉性的修道的生活。平等观苦集灭道啊，那他透过这个过程，这个女人呢，她就觉悟了见法、得法、知法、入法。 诉诸疑惑，哦，同样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就我们刚开头讲的，佛陀在跟他讲述这些这些法，也一定是怎么样呢？让他看到生命的这个实相，缘起的律者，在缘起当中不断原生的这些生命经验，哎，他都是怎么样呢？因为是原生的，所以是无常的，不可能长久的，他在升起的当下就在自我破坏了。 不是谁能掌握的，啊！这个女人呢，对这件事情看得很深很透，所以她就觉悟了正见缘起跟正见缘灭之道嘛，啊！所以叫做如此之苦集，如此之苦灭，然后心转向修道，想清楚吗？啊！所以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我们为什么说一般啊。哦 在世间的这样的一个呃，目前哦，这样的一种宗教现象里面啊，不容易啊，不容易去展开啊，这种四圣地的这种正见就是这样来的啦。好、哦，好，那我们那个先跟大家说到这边，休息一下了，谢谢。好，我们那个准备上课了，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啊，我们再看另外一篇，也就是比较容易的二六四。看世间哦，就像刚观众法师讲的一样啊、哦，啊，其实有多少种贪爱，就有多少种苦了，啊，就是这个样子啦。问题就是说，你要学到说，能够说看到贪爱本身就是一切苦的苦源。 而又能够懂得去善待这个世间。大概要我们人间里头不就说不一定说你马上能够此时就走上那种所谓的要去治那个那个究竟解脱的那种路哎，但是呢你会达到一个点，就是说因为你随时能够看到世间的苦难因何因何缘而增长，跟先生之间、跟小孩子之间、跟同事之间哎，那所以呢你能够。 如果你很清楚知道说，不希望活在这么多的、跟这么凝重的这种苦恼里面，那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个苦的原因，所以呢，你就有那样的可能性，有没有？虽然一样活在这个世间，但是呢，痛苦烦恼可以降到最低。至少我们在学习佛法，这就属于世间的善道嘛。嗯嗯，可以到这个层面的。 那在这就是佛陀讲的这个意思啊！你看，透过布施、持戒嘛，其实这边本身就有他的累积，这种福德、生命的这种喜乐的升天之道。但是进一步再从这里头去看到说，说其实不管多好的境界啊，一切都是怎么样原生无常的。所以呢，你可以过很好的境界，但是怎么样呢？心里头不会年长啊，就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也变成怎么样？乐于去分享啊！所以呢，虽然在还在人间里头的这种五欲的功德里面，但是呢，不会被这个五对这个五欲功德啊、哦、有很就是、说执着到变成带来自己带来太多的那种承担不起的痛苦跟烦恼。这就是所谓的世间八正道的修法，一个只是的啊。哦 好，那我们看那个两百六十二页这边，啊 <coughs>，这是你看，像这都是很亲切的这种故事啦。哦，看直接就是佛陀在这个呃游行，那到这个玉碧罗住处啊、呃，鹦鹉烟福林这个地方，那有个叫做结坦基落组的人知道啦，哦，然后呢，听说佛陀都是在讲宪法。 哦、苦怎么样聚集？就是当下啦、哦。苦怎么样聚集？苦怎么样消失？苦怎么样息灭？所以他就去找那个佛陀，做了以后呢，哦、然后问他世尊、哦、我听你听人家讲，你常在为人家讲，现法苦集，现法苦灭，什么意思呢？用个更简单讲，我就是讲，今嘛，前那呢，通过烦恼组织起来，现在呢，怎么会有痛苦烦恼聚集？现在怎么样可以让痛苦烦恼消失？ 那这样很好啊！哦，师尊，请你为我说啊！你看佛陀是什么意思？你看他这句话很有意思哦。我如果跟你说啊，过去的现象是怎么那个痛苦是怎么样聚集，痛苦怎么样消失？我怎么知道你相不相信呢？那我如果跟你说啊，或者说你要不要呢？我如果跟你说未来的，你也会同样这样的状况。哎，我怎么知道你相不相信呢？要不要呢？哎，所以呢？ 我不说过去，也不说未来，没有，就直接在怎么样，在当下，我今于此说宪法苦集、宪法苦莫啊。所以，我们刚,刚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个意思。你在六处入处的当下，苦它就是苦，解脱它就是解脱，苦莫它就是解，它就是苦莫啊。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经验。所以呢，我们。 就说，如果说哦，懂得佛法的这种修学，其实你就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它就是要变得怎么样呢？会很务实呵呵，它就会变得很务实，因为它就是要在它的六住入处当下的生命经验当中，去看到苦集，跟学习让苦消失，看到苦的原因有没有？让痛苦把痛苦，为了把痛苦熄灭，所以你要把苦的原因熄灭。 那常常就是只有在你能够自觉性的消融掉你内在的这些忧悲恼苦，有没有？你看你的生命才能够离苦得乐，哎。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进一步你才有办法扩大、扩充你的生命能量那种善向正向的影响力，有没有？才能够真正去自利利他。所以即使在佛法在修学上面，好好？你看像释迦牟尼佛这样讲。 是很务实啊，不是这样吗？啊，那你看呢、哦？所以他就直接讲居落主啊。如果说所有的众生啊，就是说痛苦烦恼之所以会升起，都是怎么样？以欲为本，欲贪。因为欲贪升起，所以呢苦就会升起；欲贪聚集，苦就会聚集；欲贪起，苦就起。以欲为因，欲就是以欲为因，以欲为缘，而苦会升起。 啊，<持人> <influence> 我们的生命经验也是这样啊！哎，那所以我们说，从这里头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世间人是这样，是他想要有种种欲贪，有没有？又不想要有苦。明明我爸们的，我亲们都一经尿起啊，尿尿他还是怎么样呢？他不接受啊、哦，他还在笑醒他的五千万，对？他说那就是吃求欲，哎，鱼吃的欲求啊，就是。 佛陀在讲的这种欲贪，因为他你没有办法得到的，但是呢，你看你的心不断的在欲求啊，所以他就会带来苦。这个叫做痴求欲，啊啊，那个知道这个意思。吗？老公跟人家跑了啊，然后呢，你就是不希望他这个样子啊啊，但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不希望他发生，有没有？痴求欲，愚痴的欲求啊，他就带来苦，哎，就这个样子。 那、啊、所以呢，佛陀讲这个是很直截了当的，不恰当的欲求升起，苦就会升起；，不下当的欲求聚集，苦就会聚集，就这么简单。世间的苦恼其实就这么简单。那当这里头有个问题啦，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众生就是看不到这件事情嘛。他是想要有欲望。 然后又要有快乐啊，然后想要欲望随时可以得到满足，然后呢，不要呢欲望得不到满足的这种痛苦。所以以前我看过一部电影呢，那是一个那个西藏的一个修行电影，有一个修行人，一个年轻的那个喇嘛哦，然后他后来离开喇嘛庙，然后去结婚，然后结婚之后呢，自己又搞了外遇啊，又劈腿了这个样子。 然后他就发现呢，他在那种淫欲当中呢，产生那种没有办法止息的那种欲求。然后呢，他要离开这个，他要离开这个喇嘛庙之前，他有亲教师嘛？那结果，当他在发生劈腿的事情之后呢，陷入在那种痛苦跟惊惧的时候，他的一个师兄拿一张纸条过来，告诉他说，他那个亲教师已经死了，然后那个亲教师留下。 一个我们说叫“残疾”啦，啊，或者说反正就是最后的遗言给他。他说呢：“我一辈，他现在是跟他讲，我一辈子是修行人啊，都是在学习这个离滩断爱嘛，让这个欲望熄灭。那你走进了喇嘛庙哦、啊，那我不知道你现在你走的是这种，等于是说你在追求欲望啊？那到底是追求一千个欲望的满足？” 哦、一千个欲望的满足会比较快乐呢，还是呢直截了当熄灭一个欲望？这辈子我没有，我们已经没有因缘可以再相聚，所以也听不到你怎么说了。有有但是呢，下一辈子我们还会再见面，下一辈子你再告诉我好了。可是赶快那首，是一样意思啊。你是要去追求一千个欲望的满足比较快乐？ 还是欲望就是欲望嘛，有没有？还是直接把欲望消融掉会比较快乐。他那谦教是很很谦虚的，对，他说我我也还不知道，因为我还不是一个解脱者，下辈子你再告诉我好了。好，那我们说，所以其实对于你看，从这里头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佛陀对于我们世间人内在的心路跟心思，他很清楚啦。 所以你看，他从来，他从来就不是叫你说没有任何理由，就是啊，你不要欲望，你断除欲望，你断除贪爱，有没有？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是你要看清楚，你有那种不恰当的欲望，然后只取在你的贪爱里面，你要看清楚那里头就有痛苦跟烦恼啊。所以你要自己问清楚，你只要自己就要去问清楚，你是为了要你如果不断的要去追逐你的欲求。 怎去守护、去支持你的欲求，你就同时在做一件事情，你就是在守护你的痛苦，在支持你的痛苦。那你要不要啊？啊，这就等于说鱼与熊掌没有办法兼得了。这样打家要框架脚强臭味，才会怎么样呢？自觉性的导向于少欲知足的这样的一种一种生命啊，啊那要。 能够把这件事情看清楚，在这个世间啊，其实本来就不多啊。然后，所以上一次那个慈经长在说，要世间人你判断呢，本来就很困难啊，那样就不叫世间人了啊。不会不容易，本来就这这件事情啊。那所以我们常常是在怎么样呢？在人间世的种种欲望的追逐当中，有没有？然后碰撞受挫之后呢？哎。 慢慢慢慢有一些有一些智慧，才有办法升起的啊、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历程。那你看呢？哈，佛陀讲的很很简单。那这聚落主角，我、哦、这样我听不太懂哎。哦，你帮我再做在做一个种比较广泛的这种开眼。那你看佛陀就问他啦啊、哦。那我现在问你呢，随你的意思这样回答。你认为怎么样？如果有人在你们这个聚落被抓被打，有没有被责骂被杀？你的心会不会产生忧悲恼苦啊？ 你看，那巨肉主就会答不一定啊。如果这个被抓、那个被打、被绑、被打、被杀的人呢？啊，我们之间有恩爱，我对他有贪、有欲、有爱、有念，而且常常在一起，那他这样，那我就当然会苦恼啦，啊，难过啊。那如果这个人、这个众生，我对他没有无欲、无贪、无爱、无念啊，也没有什么样的那个关系，那他他被打、被杀，关我什么事啊？怎么会产生忧悲恼苦呢？啊？ 就这么简单呢、啊？那佛陀就跟他样，所以啊，众生种种苦身有没有？是因为你对于境界或者对象有没有有那种欲求产生？所以一切皆以欲为本，欲生欲习欲起欲因欲缘而生众苦、哎。那可能这个时候呢，这个居落主要个不是很具体的那种感觉，所以佛陀在问他：那你认为怎么样呢？ 你如果一直都没有办法跟你的父母亲见面啊，你会不会产生那个贪爱啊？然后那个想念呢？啊，然后他就回答了啊，然后当然会啊啊。那如果说啊，你的父母亲啊，那个无常变异，比如死了啦，那么那你会不会那个或者接近死，会不会产生这种忧悲恼苦呢？那居多主就说了。 其子又悲难苦，就是会很痛苦的意思。那所以佛陀就跟他讲了，所以然后他再强调一次：所有众生，所有苦，一切皆以爱欲为本。欲升起，苦就是会升起；欲举起，苦就会举起；欲起欲因欲缘而生诸苦。对不对？啊，所以他就以他的。 那个居局就说：“诶奇怪呀、啊，世尊，诶你用我的父母亲当做例子啊，他们住在不同的地方，我每天都要找人去问他们是否安好。如果还没有回来呢，我自己就会紧张，怕他们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啊。所以他对于如果有欲求啊，就会产生忧悲恼苦这件事情呢、啊，他就很清楚。然后这边呢、啊，我现在这篇经文主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佛陀就跟居罗族讲啊，如果有你四个四种爱恋的对象，他无常变异的，有没有？你就会产生四种忧苦，四个忧苦。对，那如果三种就会产生三种忧苦，两种就产生两种忧苦，一种就产生一种忧苦。比如说，你看，有的人事业有没有？事业变化艰苦，哎，老爸老妈有三两两点艰苦。 莫对两造，艰苦见明年真读册，艰苦。你看这样就有四种了，看到没有？啊，那如果觉得很自己很没面子，就加上五种，有没有？你就就是这个意思。你有多少种贪爱跟欲求，就会带来多少种痛苦跟烦恼。够清楚吧？啊，很清楚哎、欸。其实，所以佛陀讲法有时候那个。 你会觉得这个就是佛法啊？那看起来怎么这么简单呢、啊？好不好？你看呢、哦，后面这个结论就很有意思。那所以如果都没有贪爱跟念着，哎，就没有忧苦成脑啊。阿随的我的这些根就变成怎么样呢？若无世间爱念者，有没有世间我们就就是五音嘛，对,不对。 对自身这个五阴身，对他身的五阴身，对内外而形成的这个五阴身，这都叫做世间嘛。你对这个世间呢，都没有任何贪爱跟顾念。那你想一下啦、啊，哎，你看你的心都会保持在这怎么样正知正念一三一一向，有没有无常远离离欲欲贪喜灭心平衡的状态啊？所以就像怎么样呢？就没有忧悲恼苦。 一切的又被哪股都消灭了，有没有？就好像这很有意思啊、哦！这边要记住，莲花出水了不着水，水是世间，但是你的心不染着，所以就像一朵莲花一样。有没有？我们在世间在学佛法，其实就是在学这个了，就是在学这个。所以那个莲花不是在极乐世界才有了。呵呵 你现在如果看不到莲花，不会没有办法去极乐世界坐在莲花上面呐、啊，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啊、看，你看，你如果对世间，对这个五阴身，对这个原生的世间，原生的五音，内五音，外五音，内外的这种五音境界，对，都如此之见，它是原生，所以无常、苦、无我，因此自觉性的离贪断爱啊。 所以你虽然活在这个人间里头，就好像莲花，它还还是长在水中，有没有？但你看它的莲花呢，花不会被水给染着。最美亮的莲花点管啊，出罪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在等于说，在佛法里面，他在学的就叫做四出世间嘛，得色干啊，但是呢，可以在这个世间生活，但是不会被这个世间染着。 所以，当师尊说这样的法的时候呢，这个人就开悟啦，有没有？远程离垢得法眼。所以，你看他这个，我们一般哦，我们一般看事情是用视眼在看，世间的眼睛、人的眼睛在看，是世间眼、人眼。觉悟是什么？是法眼。那什么是法眼？洪小姐，觉得什么是法眼？嗯、啊，你觉你觉得嘞？法。 缘起法，正见缘起法就得法眼。你正见缘起法，所以才会知道怎么样。你整个里里外外的这些世间经验，里里外外的这种五音，啊，里里外外的六入处的这些经验，它都怎么样？缘起的、啊，缘生的啊。啊，所以它是怎么样？无常的，苦无我的。因为他你心里头确知有没有？ 确认它是无常、苦、无我的，所以同时一件事情就产生。你如果对于这些事情、对这个世间就是五因的现象有任何贪爱跟染着，有没有？就一定会有苦产生。这你也会跟着很确定，有没有？所以觉悟之后就会见到啊，这叫见到嘛，见到苦生起之道啊啊，所以你就心里头就知道啊。所以你如果想要。 过一种痛苦烦恼很少甚至没有痛苦烦恼的生活，你就要随时让自己的心依缘起的正见，在六根促进的当下，有没有正知正念舍心住？银法木建的那一篇有没有守护六根？对，然后都怎么样？依三依一三一一向，一远离，一离欲，一灭相，一舍，有没有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去修持？他就这样了。 啊，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理解上面，才有可能有没有把自己的此事前面的我们不管，就等于说你在这辈子里面所染上的有没有原本因缘与错误的知见，以自我为中心，跟在这个世间的我们被培育培育出来的，我们说我像人像众生像这样有没有？ 所以呢，要在世间跟人家竞争，有有然后呢，以以自我为中心跟人家竞争，然后甚至呢，会采取一些不恰当的行为去伤害别人，种种有没有？只有你有真的了解到这件事情，证件这个缘起了你对于消融原本以自我为中心而构筑起来的这个防卫机转，它才有可能开始崩解。 阿拉无给谢谢金困难了、啊、其实，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会觉得说，我怎么老是没有办法原谅我先生呢？就这么简单呢、啊、因为你没有证件缘起啊。给实都是安内啦，给实都是安内啦。其实就是这个样子。那其实缘起很难吗？其实它不难呢、欸。其实它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实相。 你看，你吸气进来，你看，你就你就这样吸气进来，你感觉你一下你的身体，你就是这样去感觉你的身体。它有一个片刻是同样一个状态吗？啊，周师兄，你先感觉你的身体一下，感觉一下，真的去感觉一下，这就是实相啊！你发现它就是一直在变化啊！而且你又看到一件事情呢、啊，从外面吸气进来，吸气。 手机再出去，嗯，里里外外有没有？就光这个所谓的地水火风空，它就是不断的在原生跟变化的历程里面的、啊。那这个地水火风空所形成，说冷的感觉、热的感觉，有没有？逼迫的感觉或者舒爽的感觉？你看，它都是在一个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有没有？一将来一将来未过定，不是很清楚吗？ 再看一下，其实原生法没有那么困难呢，你看，我们冬天现在进入秋天，你看我们身体的觉受跟之前夏天是不,是不一样了。外世界变呐、啊，外世界大变呐、啊，对。所以你看这整，那你再看一下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这个设法本身就是在像一条怎么样，没有办法止息的，不断在流变的一条设法之流。哇你看它就是一直在流。 一直在流，一直在流。那我们现在，你看我们这个地方的空气的空间的这个品质，会受到这个地方的空间的品质影响。这个空间的品，又跟整个大台北地区的空间的品质不断的在交错变化，有没有？那这又跟整个台湾，跟整个太平洋，跟着整个地球，看到没有？在这整个大气、整个太阳系里面，那你感，刚刚才出来。 生命它本身其实它是它是开放的，它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在我们没有办法测度的这样的一个原生、不断原生的这样的一个因缘条件底下，不断的在变化的。我今天看到那个在看一本那个道家的那个修炼的那个书啊、哦，他们做那种道家叫做反观内饰嘛，他们在做内饰的时候呢，甚至可以看到说，哎。 你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从啊、呃、土星啊，它的什么样的那个气，然后直接影响到你的心脏，你知道吗？那这我们一般听起来会觉得很玄，对不对？但是你看，我用我们的日常经验就知道了，太阳会不会影响你、啊？<laughs> 那么远那么远，你几几几，但是太阳跟地球之间是几光年呢、啊？啊。 那月亮会不会影响你啊？看到没有？那你看，那所以所以影响我们这个设法，也在影响我们这个心情，有没有？那这个太阳系底下的众生会被这个太阳系这本身的这个大磁场在影响，有没有？那这个太阳系又是整个银河系里头的一个星系，这个太阳系又受到整个银河系里头的引力跟力量的那个影响。那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银河系又跟其他的银河系之间又有那个影响，有没有？ 你要不断的都在那个原生原的那个条件的变化底下，在交错的因，它是开放的。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这就是所谓的众生，有没有？他的生命就就是这样而已啊。所以叫做原生，所以它是无常，不断在变化的，叫做苦啊。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够掌握的，这个叫做无我，它就是这样啊。那佛陀他就是。 看到这件事情啊，所以破除了以身体为我断叫做断除身见，哎，那所以也不再有借取的，对怎么样离苦之道就不再有怀疑了啊，就活在缘起的实相里面呢、啊。那活在缘起的实相里面就怎么样呢？自觉性的离贪断爱，那所以才能够达到苦灭。这就是佛法的这种修学嘛，啊啊，所以这个聚落主他就是。 透过他，你看他原本无相尴尬，然后呢，佛陀讲他对他父母亲的这种依恋，有没有？他就能够有直接而具体的经验，哎，看到那个欲爱，看到那个直取里头的那个战战兢兢、那个恐惧，有没有？担心他父母亲随时会有变化，他就看到那个苦了，啊，啊，啊，父母亲是不是一定随时会有变化？ 一定的啊，但是你不让它变化，你不希望它有变化，有没有？这叫做痴求欲嘛，啊，那种不恰当的贪爱的执取、嗯，啊。那所以呢，要觉悟，要离，要真正去看到这个，说，哎，生命的这种不可掌握性啊、哦。然后呢，还有众生，就是比如说，哎。 你对你没有办法原谅的人，你对你不愿去释怀的人，你就看清楚，他不是一个人，人是一个代号。实相是什么呢？原生的不断流动变化的交错的五音在流转，是一个流转的身心之流，流转的身心之流，而且它这个流转呢，它怎么样？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状态。 那每一个人，每每一个众生的五音，有没有，都有他前前后后的这些这些原生的这些因缘，他随时都有可能产生交错，随时都会产生影响啊，或强或弱，或远或近。那所以呢，连我们在恨的人有没有，连我们不原谅他的那个人。 其实他对他自己的生命都是没有办法掌握的啦。其实，大部分的人是这样的，大部分的人是这样，因为他是在一个他没有他不自觉的缘起的流动当中，有没有？然后不自觉的随着他的贪嗔痴在转，那随着他贪他的贪嗔痴在转，那在那样的一个原生的原生不断流动的境界当中，你怎么知道会交错？就是要交错出什么？利不灾，一麻不灾。 那在那样的一个当下的境界里面，在那些境界里面，它的习气有没有？它的欲求啊，它、呃、就会不断的去原生出相应的那个境界。这不话多呆机，点头众生聋啊嘞。所以佛陀说，界与界相应，而那个界，那个界本身也是原生的。这、那个更改，这、那个更改，本身嘛是一年调羹底底下变不断在我们说。 交错的影响，然后所延生出来的那种现象啊，所以呢，也就是说，其实对于啊、呃、生命，你说要有很高的那种呃，我们说自主性，其实不是很容易。所以你看，像我们的情绪有没有，随时在六根触境的时候，会随着境界而流转，就这么简单呢、啊？ 我们自己是这样，有没有？他人亦复如此啊！那在各种内外的那种条件的变化底下，你它会产生出什么样的撞击效应？有没有？其实一般人很难有选择权，一般人很难有选择权，他就在自己的业力习气的原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头流转而已了。大部分是这个样子，所以刚讲说。 要去原谅一个你没有办法、一直没有办法原谅的人啊、哦，其实是要对自己的看待生命的这种种的知见啊、哦、下蛮深的功夫，然后去看到真的从心里头去彻见就是原身，所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叫觉悟。觉悟了之后，还有剩下有习气的问题，所以呢，你知道。 你没有理由再去恨任何人，也完全没有必要。这是脑袋智慧上面可以的，有没有？但是呢，要修炼。我肚掉你们几个亚看，但是会怎么会差别在哪个哪个地方呢？断根了。一看那个根，它不会抓那么紧了，它没有办法抓那么紧。觉悟就是有这个好处了。觉悟了之后呢，就是你所投射的贪欲或者嗔心呢，再也不会那么理所当然。 所以呢，他就不会那么强大，因为他不容易、不容易再有、不太有养料再去供给给他了啦。那所以你如果说有这样的一种觉悟之后，有这样的决议，其实事情就容易处理了，他那个转化就会出来。啊，其实你要在这边，你如果看到缘起的时候，你还会在这里会看到一点呢、哦。不原谅别人，就是不让自己过关。 不去不去释放，就是纠缠在那个自己硬要的那个死结里面，把西格蒂，这就是绑死自己呀、啊，然后绑在那边有没有？所以佛陀会讲说细腐细腐啊，记不记得我们那个第一篇经文有余因介入，哎，就对这些身心现象，对断诸爱欲，对吧？离诸细腐，你要能够。 离滩断爱了，那个绑的那个东西才会松开来。那你如果不愿意，常常会怎么样呢？或者说，在那种无明跟欲求当中，你会发现，常常那个结啊，它会像那个绑住的那个结，它随时又会怎么样？绳索又会拉紧啊，又會勒紧你的心啊啊！这就是众生之苦啊！所以又要有那个不恰当的欲求，又想要不要苦，有没有？ 这个变丑，这个是不可能嘛？那不可能。但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有没有？那他们讲我都不干我，啊，你能不干我。你从从佛法来看，它是很深的啊，有没有真正去证见缘起，没有真正去看到生命的这种原生的这样的一个实相。 所以就会以为有我有我所有没有啊？所以也会以为别人就是有有别人的我别人的所嘛，就就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他就会出来。那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所以会觉得别人对不起我，所以我要别人怎么样有没有？别人如果不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看，就完全没有没有原生没有缘起的这种证件在对待世间，对不？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真的就是自苦苦他。 所以就会有多少种欲，就会有多少种苦，就是这样来的。那这些事情，佛陀的教法，有有或者说我们这样谈，只是提供这样的一种法的这种思维，哎，或者就是就说提供的法，但是呢，这些法会不会真正在你的生命上面产生应该有的那个法力？有没有？ 就不是佛陀能决定的了，就不是这些法能决定的，是你要真诚的用你自己的生命经验去跟这个法相应，法的作用力有没有？法的疗愈的力量才会在你的身心里面产生，那不然都会一直是怎么样呢？法是法，对吧？那你的身心的苦还是身心的苦，它是两不相干的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像佛陀在菩提树下里头，他特别这样分成那三段在讲，觉悟了要修道，不修道有觉悟跟没有觉悟其实差别不大，那个可能也不叫做真正的觉悟，啊、哦，会是这个样子、哦、啊那种子是你真正觉悟了，你看，你就要在你的身心境界当中去走向真正的离苦之道。 而离苦之道，其实就是离贪断慢的道路。那你会发现，离贪断慢其实就是让自己的心灵啊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广大，越来越亲近。那这条路，我们一般人产生这种自觉的不多。我们会觉得说，让我轻松的，让我快乐的是我的欲望得到满足。哎，所以我们就会想要去支配别人。 会想要去控制别人，会想要去占有别人，就是这样。他不知道，不知道说这样做反而是让自己没有办法从这种恐惧、不安当中，啊、呃，这种忧悲恼苦当中解脱出来。他不知道，所以他会一直要这个样子，一直要去主宰别人，啊。 一直要别人来配合他，一直要境界怎么样，就叫欲令如是，欲令不如是，苦，出入只有苦啊，呃、就变成这样啊、哦！所以这篇经文很清楚，哎，也很应该很容易让大家能够心神领会，哎，记得有多少种欲求，就会有多少种苦。那你摸摸自己的良心，哎、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你剩下来的问题会是像那天执行长提出来的那样的问题？那可以没有欲爱吗？可以没有欲爱而活得快乐吗？啊？那你可能在这个地方，你要自己去，自己去，你自己内在的那个欲爱的强度、跟频率、跟你的取向，你要去看清楚它。然后你问自己：，哎，有欲爱真的就能快乐吗？你反过来问呢、啊？你反过来问呢、啊？ 有欲爱真的能快乐吗？还是你都是一直在那个欲爱当中，带着紧张，带着焦虑，带着用力，有没有啊，所以呢，那样是快乐吗？那样是自在吗？那那样是真正心灵的的那种平安跟亲近吗？那样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我们一般就在这边分不清楚，所以他宁愿在欲爱当中受苦，也不愿意出来。 他不知道，他忘记了，他忘记的是，他他要欲望是要怎么样呢？他是要得到欲望的满足，而不再有欲望。其实他要的是这个，欲望得到满足嘛？啊、嗯，欲望得到满足，他就没有苦啦。但是呢，他不知道说，只要他有欲望，他苦就会在，就是这个问题。他是除非有没有到他自己的心里头看清楚了。 就像刚刚我们说在，在为什么说西方在这种心理治疗上面没有办法像像佛法这么彻底，这就是原因呢、啊。他都会找，等于说他会比较回避这种呃比较就近、比较彻底的这种生命的这种实相啊、哦。那所以呢，就有的做一些转移，或者说在某个程度上面呢啊，他、哦、好像比较好了，然后就就放过去了。那所以没有办法真正透过这种生命内在里头。 层层的这种苦难的这种揭露，然后达到这种智慧的开启。啊，说在西方的心理治疗，不管它是行为心理学的，或者说那个集体心理学，或者到什么完全心理学，或者到文化心理学啊，或者到现在的那个超验心理学，其实还是很难，很难透过那样的一种治疗啊、哦，然后那样的一个过程，达到真正心灵上面的解脱来。 然后是这样来的，为什么？无名跟玉滩没有断，无名跟玉滩没有破，没有办法，就没有办法。这是，这是，这叫什么？这个哪当啊呢？就只能这个样子，因为世间生命的苦，它就是这样而已。 因为不如实知生命的这种实相，就叫做无明。因为不如实知这种原生无常、苦、无我的实相，所以你就会投射遇叹。啊，然后你就会以为说这是我的生命，然后这是我的先生，这是我的小孩，这是我的境界，这是我的关系，这是我要的那个，是我要的，有没有？你就会一直这样。那在这个状态里面，在这样的一种内在的心灵的这种氛围上面，就是碰撞啊，然后就是受苦。 不会有其他的，那好运的时候呢是怎么样？那个苦的那个压力不会很大，有没有？顶多就是晚上比较常常做梦这样，有没有？但是呢还不用很辛苦，就是这样而已。但是这里头有问题哦，你看像这样一趟人生下来啊，我们只能这样吗？有没有？只能这样吗？ 在这种，好像强迫自己活在一种自己呢都觉得，嗯、呃、不太有把握的梦里面，有没有？不 <laughs> 是吗？看清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啊、哦，只能这样吗？活在一种自己都不太有把握的梦里面，有没有？那因为不太有把握，所以其实心里头有一种不安跟苦涩。哎，但是呢，只能这样吗？ 要活在这种不安跟苦涩的梦里面，没有办法完全超越吗？啊，是要自己去问清楚的。你要自己去看清楚，才心地才会妥帖。那不然呢，就是会在这边会一直都会有这种浮浮沉沉的啊,啊。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一般在学习佛法上面，它不容易得力，就在这个原因。 看到了吗？学习佛法要得力，我们不要说像悉达多那么彻底，对,对但是要有悉达多的那个精神，毫不回避的面对自己，毫不回避的面对自己的起心动念，才有办法有点，就是学起来才有点样子的。那其实，当你这样子在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不，这个根就不叫做。 好像在学所谓的佛法，而是真诚的在面对自己的生命，所以是真诚的在面对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修学佛法才会开始上路。因为真诚面对自己的生命，就是真诚的在开始用四圣地去看生命。 真诚的在面对生命的时候，就是真诚的在对师圣弟做真真正的正思维了，才会开始上路，不然一直没有办法。所以你看，我一般都会这样，有没有？我拜一拜，然后或者做做餐，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你就是会发现，他的生命没有办法做一种垂直性的要生。 因为呢，他的生命没有真正做一种垂直性的深入内在，啊，所以呢，都在一种水平的位移、平面式的。高最敖马西阿内，他就这样，那都会一直在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没有办法突破的无名欲爱的这样的一个习气的牵引上面流转，过去这样，现在这样，未来还是这样。 那除非怎么样呢？就是其他的因缘啊。我说这样这样的意思，不是说就是一定，就是说那样的一种习气，如果不突破的话，常常就是在那样的一种生命状态而已。这就叫做众生界。众生的习些关键点，有没有？所以这篇经文它很简单，讲的实在是有够清楚，然后呢，清楚到非常彻底。 那这可以提供给我们常常做什么呢？面对人生的诸般境界的时候，回头来问：是不是这个样子？有多少种欲，就有多少种苦；欲升起，苦就升起；欲贪聚集，苦就聚集。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那我如果不想苦，不想去受苦，不想去受这种恼，我要坚持这样的欲望吗？啊？ 那你就看到你这个欲望背后又有某某种原因，你要坚持这个欲望背后的这样的一种想法、这种知见吗？啊、嗯，那你就又要看到说你这种想法背后又有某种某种心理机制，要一层一层的去解开。那生命，嗯、这就是真诚的在面对生命。然后呢，自知之明才会产生，是圣地，才有办法转转进、转转生。 世间人在学佛法，做的是比较属于佛教式的这样的一种一种呃宗教性的这种崇拜比较多了。真正在学佛法，其实就是在学四圣谛。而你要真正去学四圣谛，没有办法从经文上面来，是要从自己的生命经验一直,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才有办法。 看到生命里面的苦难的真实，跟造成这个苦难的这个真正的就近的原因，这是悉达多走过的路，所以他觉悟。那如果我们面对自己的生命，不不用这种方式要觉悟，其实很困难，因为我们容易选择自我回避、自我逃避的那样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呢，纵使说做了很多这些佛教的这种事情。 但是，至于生命真正离苦解脱的智慧的开启，它的帮助是不大的，只是累积了一些善缘。那你如果没有办法在你的心灵里面真正去转起四圣地的正思维，其实这辈子还是都是只是水平位移而已，平面的，它不会真正有一个真正来自于哦你的这一场人生里头。 的这些生命经验而产生的真正的那个洞察力，它是这样啊。好,好，那我们那个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嗯，讲清楚这个意思了哦。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佛法是活的，就是这个意思。你拿不改作做一种外物件来学的时学不来。 嗯，其实学不来，但是这样。那你如果把它当做一种活的法，在学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管世间任何经验，对你来讲都会是蛮精彩的。纵使是你在受苦，受苦到你的不可开交，你也会在那里头清清楚楚的去看到那个苦，看到那个苦集。 虽然还没有办法苦灭，但是你会对苦跟苦集很清楚。那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对苦跟苦集的这种正见跟这种体会，会产生什么效果呢？你会自然而然的对于这个世间，它怎么样呢？它的那个紧抓的那个用力的那个感觉，它就自然会越来越弱了。啊，所以这块米家吼，它是你的生命经验。 就如同说，原始佛法是佛陀的生命经验一样，你如果不是用你的生命经验来见证佛陀的教法，那就等于没有学到佛法了。那你如果学到佛法的时候，你学到的就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法，你就是学到生命里头的真实法，都是跟释迦尼佛无关系。 所以他才会这样讲啊，自作自依法作法一样、啊，不义作不义一、啊、样，就是这个意思啊、哦。好，那谢谢大家。了。